这些滴滴答答的声音，你想到什么了呢？我们常说，如果你很想了解一个东西，那就动手来做吧。发条设计是一个具有艺术和技术的伟大创作，它们可是18世纪的产物，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，栩栩如生，但是却了无生气。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惊艳的发条吧。机械奇蹟发条之梦，7月24星期日晚上9点，7月27星期三晚上11点50，就在达文西频道。